Thank you.
Thank you.
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.
传统杨氏太极拳第二段，从第十九个动作抱虎归山到第三十六个动作单边式，也就是说它的接口从十字手开始，第十八式动作十字手到抱虎归山，请大家先看动作，向右转体，这时候重心移于右腿，左脚尽量向里扣，向左转体，两手像前面做的撸漆一样分开洗脸，转体迈步，做一个斜向的右。别按着，扣转，合手，两手侧平举，从阴阳掌。这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两手侧平举，再提两侧，那么后脚跟提起，向右后。
心后坐，两手上下作为圈掌，然后左手掌指向上，掌心向内，从右手背穿上来，变成立掌推出。左后撤步，注意向左后撤步，右手打开，左手翻转掌心向上，右手翻转掌心向外。一、二，注意第三拍，重心逐渐移到左腿，这时候把你的左脚跟内扣45度，重心移回来，成坐步的同时，右手找耳侧向前推出。两手交叉在体前通过。那么做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前脚转正呢？就是当你两个手心相对时，以前脚的脚跟为轴，把前脚掌同时，右脚提起撤步翻转，这个动作和左倒捻猴的动作是一样，只是动作相反。然后重心后坐拧脚，左手找耳侧推。连续做左倒捻猴，
个动作的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侧脚的距离，这是一个错误动作，请看。含胸，要拔背，左手大拇指放在你髋关节微微向后一点位置上，不要夹住身体，微微撑开。右手从左腹前向右。那么这个动作和我们第一段里的提手动作微微有一点差别，就是那是在单边转向，而这是在斜飞式跟重心移重心根部坐住重心以后再转体，所以一定强调一个力捧的动作，下面是左搂膝凹步，这个动作重心后坐向上调掌，下面的动作向左转体，左前脚掌踏地成左虚步的同时，右手从胸前向体前下插掌。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以你的小拇指为领先，逐渐向前弧形插出，调掌后坐虚步，注意右手插掌，这是海底针的动作。那么下面的动作一般来讲是扇通背，在传统杨氏太极拳当中和现代传播的太极拳当中最
这个名称有几种叫法，有的叫扇铜背，从它的动作外形上看，从背后像一个扇面；有的叫山铜背，高山的山，两臂撑起和中间像个山字；也有叫闪铜背，就是躲闪进攻的意思，左手搭翻腕提起迈步撑开，转身撇身锤，上体向右转，左脚尽量向里靠，右手握拳落到腹前，左手从立掌到你的头前上方。注意这一点，所谓左手的立掌就是掌指尖向上，弧形向头前上方圈起，右手直接握拳从体前落到体下，体前上到腹前，圆心朝内。这时候的重心在左腿，左脚尽量里扣，然后身体微微向左展，左手向左下画弧，右手向外撇出的同时，大家注意到撇出的同时，我的右脚已经迈出，而是右脚跟已经落地，看它的连续动作。左手在左髋关节外侧，掌心向下，掌指向前，这时候从右弓部横掌推出，右拳收到右腰侧。向上提起，然后以你的肘关节折为圆心，以你的前小背为半径向前撇打出来，叫撇拳，也叫反背锤。接下来的动作是搬栏锤的动作，这个动作的接口请大家注意，重心后坐向左转体，左手翻转掌心向上，右手翻转拳心朝下向左后撤，其他动作和我们第一段里讲的搬栏锤是一样的。单边在这一小段动作当中，我仍然强调一点，就是当你做传统杨氏太极拳的单边的时候，你的左手是从右肩前经过面前一个大弧形到达终点，
也就是说左手从右肩前向上，经过面前立掌，通过力源脚臂微微外旋，掌心侧向上，左掌到右腹间。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它是下方。那么这个动作，我动作外形不变，把它平举，很容易看出就是咱们一开始第一段里的左捧，在这里只是把它作为向下，力点是从中指开始到你整个血整个胳膊的外侧，力点是这样，咧踩按下捧。那么从右腹前到右肩前的距离，我们称之为它叫超裹，也就是说掌指尖向上，向上穿起，然后是重复。云手转体到180度，那么下一个动作
右转体超过180度，产生的后果身体后仰，重心不稳。手的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包括了转体、脚手、横向迈步、收步。那么收步的距离是以多少为最为合适呢？一般来讲，它不小于10公分，也不超过30公分，也就是说两脚之间的距离不要小于10公分，也不要超于30公分，就超过你本身的肩宽。看一下错误动作，前脚掌内扣45度，向左转体迈步，成为单边式。所以这个动作之间的衔接是单边，7个云手到单边，到这个单边动作就是第二段的动作结束。那么我下面做一个小小的示范。右云手，左云手，注意，这是第7个的话，脚跟落地，内扣45，做单边动作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从第19式抱虎归山到第36式，也就是第2个单边动作，这是第2段。那么在这一段当中，希望大家练习的时候注意2点。云手的动作已经讲过了，这是重点。海底针的动作叉掌要注意，扇通背的动作一个推一个撑，倒卷红的动作一定要把定式做出来，然后
到了杨成虎先生这一趟架子呢，就是到了一个高潮。那他这个主要的特点呢，有这么三方面。和你后脚的大脚趾近似于在一个垂直面上。弓步前面已经介绍过，尤其大家注意的是后腿。那么在传统杨氏太极拳当中，它的后腿的膝盖要微微向外顶出。一般来讲，后腿的膝关节与后脚的大脚趾近似于在一个斜45度的方向上。
另一腿伸直。在这个动作当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左脚的前脚掌与右脚的后脚掌在一个垂直线上，那么它的动作出现这称之为坡步。传统杨氏太极拳第三段，从第37式高探马到第56式第二个十字手，那么到第二个十字手也是传统杨氏太极拳的将近了1/3的动作。刚才我们演练到了单边，接下来的动作是高探马。那么在做高探马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一定要通过腰的旋转，到右腿，右手翻掌，掌心向外，左手翻掌，掌心向上。这个的时候把你左脚提起向左软底的同时，点脚撑左虚部，右手通过右耳侧向体前横掌推出，这个动作叫高探马。那么从正向看动作，单边根部翻掌，眼睛先看右手，然后随着体转看左手的同时，右手虎口通过右耳侧横掌向前推出，注意这是横掌。那么你的力点是在小指外侧和前小臂外侧，以横掌攻击对方。所以高探马的动作从虚步步行上看是高架虚步，从动作上看是横掌推出。右分脚，在做这个动的时候，首先注意第一动重心微微下坐，向右转体，两手左右平分开。第二动左脚提起向左前迈步的同时，左手变成掌心向上成接手，右手在右髋关节外侧成暗掌。从正面看动作，一向右转体，二向左转体迈左步，同时做左接手。按刚才动作套路，
面的动作和刚才的动作是一样，动作要领一样，只是动作左右相反。在这个时候，请大家注意一点，左搂起以后右搂起奥步，动作完成，向右转体，重心在前腿，右手握拳收到右腰侧，左手通过一个形象的词洗脸的动作向下，向横掌搂出，向前做栽锤，这是进步栽锤。右搂起，
这个时候仍然强调一点，左掌和右手腕的距离在一拳，也就10公分左右，是对方的一个跟我们前面讲过的动作一样，是你以你脚跟的力量逐渐的攻击对方的膝关节，所以传统杨氏太向左转体，左脚向左前迈出，两臂平展，这时候拳心向下，拳眼侧朝前，弓步成左弓步的同时，左拳向上，左拳拳心向外，拳眼向下，举在你的头前上方，那么右拳圈在你的腹前，拳心向下，拳眼向内，是一个圈子。左脚尽量里扣，微微向左转体，右脚提起，迈步成右弓步的同时，两臂向前圈打。这个动作跟刚才的动作相反，刚才是左手在上，现在是右手在上。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肩关节要松下来，肩关节要松下来，两肘要垂下来，现在的套路有些不一样，在双方贯耳之前，它有一个双探掌的意思，双探掌，当对方感到不利于自己的时候，这时候
个蹬脚，蹬脚的时候往往有些练习者做成了错误动作，就是蹬脚和两手的方向是从十字形。强调一点，在传统杨氏太极拳中，转身右蹬脚是以右前脚掌为轴，身体纵向旋转，然后呢以你的左脚跟落地，两手平展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脚内扣以后再开始向下合手提起，肘沉腕松肩垂肘，腕子要展开，然后向它的分脚是脚面微微内扣，以脚的外侧攻击对方腰部，蹬脚是以脚跟脚尖向回收，以脚跟为力攻击对方的膝盖，这一点
说大家注意，它的上手的高度在你头前上方撑起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三段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刚才我已经提到的几个力点和几个要求，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松下来把动作完成。
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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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